白了六庆员工暑假上期待家庭日，今年如期在阿嬷公园展开，现场有真侪趣味亲子活动以及歌唱比赛。福公园内活动客满人潮，场面热闹滚滚。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说所有的员工哦，可以把家里边的家人，包括小孩子带到这个地方。一方面就是说这种活动纾解他们的压力，让他们了解公司哦在经营的这个方向。哦，那今天呢，大概总共有1700多个哦，就是说眷属哦跟同仁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活动。未了六庆工业区每年举办家庭日，拢请大批员工家属来参与。难看到爸爸妈妈带囡仔来参加亲子活动，由阿妈带孙三代同堂来亲身体验。休息啊，跟孙子孩子啊这样子，小孩子在这边上班呢、啊。觉得这样机会出来、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出来走一走，见识见识这样子。可以带小朋友来玩了。嗨，好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今天比赛可以得钱钱。那我们这个活动的主要项目呢，就是说在亲子活动这一方面，我们有设计很多的，像投篮呐、啊，哦，或者是打气球，或者打乒哈、哦、那个瓶子这样哈、哦，让小孩子能够感受到哈、哦。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一种吼，那一种感觉。台中举办家庭日，除了提倡家庭文化，也将活动意义扩大，邀请爱心团体摆摊举办，将家庭互动感情拓展到社会爱心。我们今天邀请了吼，像华山他们，吼到这个地方来吼，这义卖的吼这一些东西，还出来进我们全部在捐献给弱势团体，哦，这是我们的一种吼。做法跟想法。现代人工作时间长，压力也大，真少时间陪伴厝内人如有放松。带出来庆祝头拓展家庭的精神，让员工和厝内人感情更加活，进一步感受到生活幸福。记者李克森差不多。